粉丝发来这个视频问我，巅峰赛到底该不该交朋友？难道真的偏要针锋相对吗？这个小妹也不知道怎么评价，按道理来说巅峰这样也确实是他的权利，但是这样做好像确实挺过分的，大家觉得这个小样过分吗？你厉害，我给你大拇哥。游戏暂停，你俩的猪脑我另有妙用，我要是懒羊羊，我真的会笑成大粪。举起你的手，放纵你狂跳的脉搏，感受爱。不是，这个 GG 爆笑的，整得我笑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死猪的声音，甚至吓我了一跳，以为是自己发出来的。手好牌打得全烂了，开始给了希望，又给了绝望。不过我可以问问你吗？紫色的加多少分？我要是对面，直接气得三天不上线。就你这跳的，还得卡点儿啊！对面直呼玩呗，谁能玩得过你呀？